身边，当月亮姐姐说开始的时候，宝宝要从妈妈的起点出发，爬到对面的爸爸或者是对应的妈妈的身边，贴一个小贴画，宝宝要返回到妈妈身边，依次这样交替的进行爬爬爬的游戏，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哪个宝宝身上贴到的小贴画最多，哪个宝宝就是最棒的宝宝，爬爬爬的宝宝了，预备开始。小宝宝开始爬了，首先出场的，哇，这个一马当先啊，这应该是一路当先啊，是我们的小鹿宝宝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游戏当中呢，我们参加这个游戏的宝宝呢，都是10到12个月的宝宝。这个年龄的宝宝呢，我们要锻炼他们的四肢的爬行能力，在这个游戏当中呢，可以让他们亲子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。我们可以看到小米妮宝宝先跑到了爸爸身边，好，赶紧给宝宝贴上贴画，然后让他返回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小朋友的兴趣和特点哈，有的小宝宝对吃的比较感兴趣，像我们的小维尼熊宝宝呢，现在就玩上一辆小汽车，他看来对小汽车非常非常的感兴趣。再看看第一个赛道的小米妮宝宝，这爸爸牵了根香蕉，非常非常管用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米妮宝宝身上已经有3个贴画了啊，小鹿宝宝也特别的开心。而在其他赛道上的宝宝呢，似乎只对玩具啊或者我们漂亮的地板上面的画啊比较感兴趣，想给爸爸妈妈急的啊。哇，我们的小米妮宝宝这个遥遥领先啊，妈妈又给接了一个，好厉害。好了，还剩最后的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我们赶紧来看看小宝宝们的成绩啊。我旁边的这位，哎呀，都不用看成绩，看他刚才的表现，我们就知道他可是我们今天当之无愧的冠军啊。我们让妈妈数数看，身后有贴了多少个贴画啊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6个小贴画啊。我们再往这边看看啊，我们的这个小蜜蜂宝宝，我没有贴画，没事儿，今天来高兴就行了，也留着小号喇子呢，好可爱呀你。来，我们这个呢也没有呀，哎呀，看来今天都有点没配合我们啊，没爬。爸爸身上倒是贴了不少贴画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小维尼宝宝，维尼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小贴画啊。我们这个米奇宝宝一个没有，哎，我先问问爸爸，我看了刚才你特激动，使劲招呼。咋是啊，我都想替他爬。感觉怎么样？特开心吗？来我们这儿。挺开心的。平时宝宝在家里爬的怎么样？爬的还行吧，就是离得稍微远一点，好像爬的就差一点啊。然后近的话，豆豆还能爬，还能爬哈、啊。我们其实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想告诉家长，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多让他们爬，对于他们的生长发育是更有帮助的。回去多练练啊。好嘞，我们再来看看小长颈鹿宝宝有几个贴画啊？1个。好了，那今天冠军宝宝就是我们的小米妮宝宝，并列第二名的是我们的小维尼熊宝宝，还有我们那边的小鹿宝宝，祝贺你们。嘿嘿，所有的宝宝今天都有礼物，来给大家送礼物吧。
现在我们每一位可爱的小宝宝都挂上了七巧板的小奖牌，还拿到了礼物，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，谢谢可爱的小宝宝们。七巧板。